年岁不饶人呐。逝者已逝，还请少侠节哀。将前方那些毒物驱散。贼，先秦王，你先去前方看看虚实。
武林安危在此一战，诸位英雄同我一同伏击我等的贼首，就在前方，请少侠务必将其生擒，还天下人一个公道。我等内力未复，在此为少侠断后。黄口小儿，只恨当日在孤剑村里没有取你性命，今日我派精英尽在此地，看你如何逃脱。给我上！一群饭桶，老子灭了这个人给你们看。爹爹，孩儿没用，不能看到您一统江湖的日子了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寻，看招！哼，简直是太弱了，还早十年呢，年轻人。饶你一命，这么快又来送死！住口！丁敏，今日我们记忆在此，就不会让你嵩山派的诡计得逞。诸位，我等余毒未清，继续打下去难免一败，不如把内力传与这位晚辈，或许能化险为夷。这晚辈确有潜力，那就快开始吧。年轻人坐下，气运丹田就要开始了。接招！不过如此，换我了。不好，大家小心。十大门派的顶尖高手，若臣服于我主，本可称霸江湖，可惜你们站错了队，永别了。这股真气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竟然硬生生接住了我的攻击！
望下次见面。唐门暗器，天下无双。唐门暗器，天下无双。唐门暗器，天下无双。你相信的往往是假话，我猜也许是真话比假话难听之故。修理乾坤还害用，连雪短雨不走秋，浮云处处远。总有人觉得西关之术乃是唐门左道，哼，便是左道又如何？